如来性如实多啦，如来性正觉，菩萨随诸众生心之所好恶，正觉名何合照，正修戒定慧，自性遍空法界，微妙法真如性。但学佛要安怎样会当透彻了解啊如来的实道？这个真实道啊，要安怎见啊？如来，那就是咱人人本具啊，真如本性。称为如来啊，那就是性如实道。咱就是啊，应用这个如实之道。佛陀安怎甲咱教育？咱安怎来接受？那接受身体力行，在这条菩提大的道，这呢叫做性如实道。也咱就是啊，亲像迄个贫穷主。一时的失念放荡啊，在这个五道四性啊，离咱的真如本性的法，那就离种远去了。佛陀来人间的目标，就是教咱教，咱来当老实修行，按照这个道行如实道。按照这个道啦，安尼自来成正觉，安尼一路行转来，真呢就是行如实道啦，自来成正觉。啊，这条路要行，要安怎行？菩萨呢？随诸众生心之所好恶，咱修行，咱来发大心，立大愿呐，以教奉行，回报佛恩，就是爱立人群中，去度众生呐。要在人群中度众生，必定要随众生心之所好恶。在这个时机里，这个时代，要用什么方法来教育众生？这就是菩萨。菩萨要行如实道而来。也来了解这个正法，咱才有法度觉悟啊。但是修行的开头，正觉名何合照？修行者发心，那是亲挂碍。修行的过程，那都是爱的精进的内底吼，叫做精气。所以人真多，各人啊都有各人过去的习气，大家人拢也过低的哦。但是呢，各人呐有一个方向呐。吸收同款的法入心，咱有互相道理的汇合，
共同生活的敬重，心口意业啊，咱拢爱和气啊，这呢叫做和合众，哪会当互相宽心包容，大家人个人认真啊，去除家己的习气，安尼这个精团呐、啊，就会当清净和合众。这都爱靠咱静修戒定慧，大家人爱真精气呐，精而无杂啊，精而不退，上重要的，那就是戒定慧。咱人人爱修好咱的戒律啦。啊，虽然呐、啊，真多呢，拢是人人各有有伊的这个业力，难免呢，也是同款有心外的烦恼、无明啊，来染心呐、啊。咱都爱心定心静啊，唔通因为人啊来。乱了心，那这就是智慧咯。在咱内修的环境需要，外形的环境呢，嘛是同款啊。修行是普遍的，唔只是入来道场才叫做修行。佛陀一无所论呐、啊。是天下万物哦，拢会当受这个魂物来轮定，就是咱五道啊，四圣的众生嘛，会当接受到佛法呢，来助轮呐。所以这个助性，佛陀都安尼甲咱讲。人人分其佛性，甚至呢，众生呢有如来地性，这自性啊是遍空法界，是微妙的法，是大地所有众生呢共同的真如性。所以讲，有接触到善法，就亲像魂甲火来滋润呢一片干燥的心地，和咱这个心地啦，善的精气会当发芽，和咱这片的心地啦，啊，会当得发物而滋润。这善经济啊，普遍呢成为功德点，这是咱爱努力啦吼。证明啊，经文安尼讲，以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罗如大魂呐、啊。普覆三千大千国土，三千就是譬如天人阿修罗界吼，啊，这些众生呢，会当得到魂物的普论呐。所以下面一段文再搁讲。以大众中二重时间，我是如来应供正遍地明行足，现世世间界无上殊，调御众夫天人殊佛世尊。佛陀
家己安尼呛眼呐，讲出了成佛，完成了呢，这个十德哦，十种的德啊，成为十好。佛陀以向这些上座的大弟子啦，在众中就是迄个法会上，安尼呢开始啊，讲说了佛之所感悟自性功德，感悟这个自性，各国有自性啦，啊，这就是修行过程中所得吼。所以是诸法各有不变不改之自性，天下间万物啊，都拢有伊的本性伫咧。这个自性呢，就是不变不改，这个在自性佛吼。所以那不是佛陀伊。家己来唱出了，我是如来，应恭敬遍地。这个十德的十好呢，恢复自性啦，即众生无有敌之。佛若无家己自我介绍，虾米人会知影呢？所以先介绍吼，佛已经具足。十德十好啦，和众生呢，拢会当知。所以我是如来，这个我是佛陀家的自我呢所介绍吼。那其实所讲的我是天下宇宙啦，一大我是大空间呐，宇宙万物呢。既有佛性，既有自性的我啦。以佛吼出世，不多出世迄个时代啦，那就是有96种的外道教，各种的宗教都有伊各不相同啊，迄个修行的方法啦。那佛陀呢，伊。去参访了后，感觉这不是究竟啊！一家再过再去苦行吼，6年的时间，所以这当中，佛陀已经呢开出了一条大菩提的道吼，所以佛陀爱甲大家人呢在众中啦唱名吼，大家人知影。会当尊敬吼，如来的法啊，甲一般呢96种的依教所修行的方法无同。不识得基础啦，就是彰显如来心口意三密。这个三密就亲像云雾啊、密集啦，才会当普论天下，不可思议啊！令一九法界六道殊胜，将六凡殊胜，佛陀呢
是素性中的至高无上，它就是爱来普遍教育吼，救法界六道的众生，给介绍。那这就是佛已经成佛所了解的代志，其中呢，就是实德啦。所以阿修罗以人天呐、啊，称为三善道。这虽然讲阿修罗，阿修罗嘛有天福啊，只是无天德啦、啊。人间呢，人间也有阿修罗，那伊真富有啊，只是呢，这性较骄傲啦，较爱发脾气啦，那较有怀疑的心啊，这就是阿修罗。在人间，伊爱是伫善道的内底啊，有福才会当生在人间，有福呢才会当生在天堂。所以呢，阿修罗以天人称为三善道啦，安尼呢，会当以这个心教啊，佛陀所讲的教法啊，一听一念吼，那会当得到佛法来滋润这个心田。那是三恶道呢？三恶道地狱苦啊！畜生道呢是无法度听话啦，要听呢嘛是真少机会啦。伫三恶道中地狱的苦，哪有机会听佛法？畜生道呢，遐安尼的境界生活。那无啥物有真侪机会通听法，不过以后有灵性啊，咱嘛常常讲过了，讲吼哦，猫啊、狗啊、那牛啊，因呢听法啦、啊，听甲会当，甲人的规矩真接近啊。咱嘛有看到讲吼，迄、那个狗啊、狗群啊，印度以前啊，有安尼一只狗。迄个火车路吼，啊，去触到迄个高高压电呐，哦，昏去啊！迄一只狗赶紧冲过来呢，冒险嘛来救另外一只触到高压电的。好，伊伫咧救呢，甲人伫咧救同款呐，大个触大个字吼，但是呢，还阁未精神呐。伊就甲摸起迄个水沟啊，然后甲对个水沟底，安尼手吼啊抓起来，搁沉落去，抓起来，搁甲沉落去，一直切切甲吼，互一只触电的狗呢，哎，精神起来，看，这敢唔就是众生也有甲咱人真接近的灵性啊？伊原来有机会会听到，会当接受到法，不过呢，真少啦，机会真少吼。所以三恶道即消有吼，要会当听法啦，接受到佛法，机会比较较少。所以前面的文呐、啊，这个类物呢来利益这个。天人阿修罗，因为伊是伫三善道的内底，有机会接触佛法啦。接落来，除了如来，还佫有应供。应供呢，就是如来世尊啦、啊，提起万德吼，那应受人天恭敬供养，啊，这是。如来啦，伊的德行极足啦，所以
受世间人人所尊重，尊重伊已经呢积聚万德吼，所以伊堪得受呢这个人天恭敬供养，应供吼，应该会当堪受供养。接落来就是正遍地啦，嘛是叫做正定正觉吼。佛已经是正觉性，以众生定摄出世间法吼，那这隆重觉了，无不遍地，叫做正遍地吼。世间就是伫六道的内底哩吼，天人阿修罗、地狱魔鬼、畜生啦。佛陀已经呢超越啦，所以呢正定正觉吼，无不遍地吼，真普遍了解呢，什么方法来度众生，来施教法？因为安尼叫做正遍地吼，众生法啦，无不了解，叫做正遍地。明行足，明白梵行，梵就是清净，修清净行。好，对佛来讲呢，完全具足了啦。按众生呢行为啊，拢也个有污染啦。咱众生呢，也个是凡夫的，难免咱也拢个有烦恼啊。佛陀呢？依法自在啦，伊不受世间法呢无明烦恼所扰乱吼，所以伊明白梵行，解释具足，拢总真清楚。所以善色善，意思就是灵，无所不灵嘛。那么善种未向往矣。地地，伊真了解，有法度呢，入这种迷途众生的人群中，而不受众生所污染，会当呢，甲带到智慧的境界吼，这就是善事来去自如啦。再来叫做世间界，就是善界吼。世间诸众生的意境，对世间的法啦，无不都是呢，真了解啦。啊，众生啊，到底根基是啥物？众生的心意呢，是安怎？佛啊，大觉悟者，拢会当了解。再来无上士，无上士呢，那就是诸菩萨顶无明微尽，有佛在上，所以叫做有上士吼。如来是极净，叫做无上士。菩萨嘛是还搁咧修行呢，也搁是小分无明微尽呐。所以一个有佛在菩萨的面顶吼，叫做有上士吼。那安尼，如来是极净，如来所感悟、所证、所体悟的迄个结果啦，叫做无上士。接落来再讲，调尼丈夫，那调尼丈夫呢，就是会当。调停这你人天穷嘛，慈悲方便啊，
名叫做大丈夫。哈、啊，佛陀呢，这种的魄力啦，入人间啦、啊，入众生群中啊，来调教众生，不管是天，或者是人，或者是呢，这地上啦、啊，所有呢，这个恶哦。恭敬的众生啦，这修类呢，那都爱有迄个雕泥师啊。你看，伫咧训练狮啊，训练虎，训练象，这种呢，爱有方法啦，爱了解因的性，修类的性，那先去适合因的性。然后呢，用方法来给教育，这叫做雕泥丈夫吼。再来叫做天人师，是天道、人道的师表啦。天甲人吼，拢总会当呢受到佛陀的教化，吼，包括呢。天人修罗，这三善道啦，人搁较安怎脾气歹呢？因缘啊，会合啦，嘛会当呢修这个法的道理呀、啊，啊，解这恶的脾气，成为善顺，会伫人群中啊，嘛是会用的。所以啊，这拢会当直接呢。接受到佛所教育，所以佛呢就是天人的师表模范啦，就叫做天人师。接下来叫做佛，佛梵语呢叫做佛陀吼。那佛陀啊，就是觉者，也就是呢，世出世法隆重呢，会当觉了明白啦。世尊就是已经具足了以上的十好十德啦，那拢总清楚明白啦，所以为世间之所尊重，这呢叫做世尊。那么咱佛法啦，是将佛叫出声，咱。听入你来，来成长咱的慧命，所以叫做佛教所成住，这么多的法啦，从佛的心中出，这叫做自性。人人本具自性啦，人人呢都这个自性法吼，这真正的微妙，咱爱时时多用心去体会啊。